生这个职业可能跟其他的不一样，它可能需要伴随着你职业生涯一直需要去学习，这个是不能停的。把叶子往这边去填。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吧，我觉得看他们的内心，他内心的最深处，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整个人的状态是最淳朴、最干净、最善良的。特别特别喜欢孩子，成就感、幸福感。那我们是在快乐中与孩子一起的来成长。尤其是听到他们谢谢医生和谢谢医生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他们的这个行业，这份职业确实是压力很大。对于这个医生来说，这个身上背的这个责任和压力是我们平常我们作为病人来说我们体会不到的。病人的病情才是第一位的，不差你这一个大夫，可我孩子的父亲就你一个。王航他就不可能是我爸。四千块，付出努力，不管怎么样都坚持不懈。其实他们很辛苦，一站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体力和意志都要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工作。挺累的。做不好，我可以学的。演员也跟医生一样，需要用一生去学习、去积累、去沉淀。其实就跟我们所扮演这些新医生一样，在专业知识上，在平时的这个经历还有实践上还有这些经验上，我们都是不足的。我们既然想干好这一行，这行是我们所爱的，这行有我们所追求最高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生去学习它。